中心位不要。 最随时的一般换瓶多久啊？不超过5分钟。最随时快就是最随时的。啊，不超过5分钟。对，就是说对新老手都适用，对吧？它只有参数嘛，电机效率没有多久，几分钟就效。嗯。这个你看有多少步骤？ 我们这个是这样的哦，上升下降它是可以停在半中央，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停在半中央怎么样？你可以先把那个输送带停掉。你可以按的时候呢，同时按这个也行。当它停到一半，你就按急停，这个位置就比较近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 那你这样调就相对好调。因为你不是伺服，伺服它可以降到什么位置？那你这个位置相对好对一点。它这个是靠气的带动，对吧？对，这是气的。气动的。有伺服的。现在它是很多国外的可能，它是就设备的，欧美的可能会用伺服的。啊。他们比较好用，不管造价。 先调可能是先调出调一下嘛，冲下去，然后再来试。你是同时按下的对吗？刚才还是几乎是？那我再示范一遍，你看吧。我等它快下降，这个就要靠你的眼力了。你看一下，差不多停了。但是人家有没有这个眼力就不知道。对，同时。啊。分开停。 对，那这个位置就很好控制，但是这个要看它，你要看熟练度的。对，你也看到我是马上同时，基本上是同时。
它的口也小，主要是，你必须要对得很准。嗯 你刚才那个下载其实跟调用是一样的意思，对吧？意思是一样，跟那坐标机的调用是一样。啊，这样，我刚以为还有些调用，调用可能还更好理解一点。我们统一的。 这个高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灌装高了，是吧？好，这里把它整个高度。整个下移。你只要能进入到瓶子里面。嗯。光滑不影响就行了。还有升起来，升起来跟它不影响接到槽就可以了。嗯。就是说这个接了槽，你还要往下一点。太合适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我们再把这个调低一点嘛。也差不多了。有稍微调低一点好一点嘛。嗯。你那个位置太合适了。嗯。 留多一点位置也不怕了，但是还要试一下这个出来的传感器的位置，就是能不能碰得到。嗯，哦，太高了，对不对？太高了，总是碰不到吧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就要缓一下角度。这个传感器就是给那个压盖机信号的，对吧？它是不是？
进去十来个，出来必须要数多少个啊、嗯、要不然他知道有没有走完嘛，是不是？啊，经过他有个信号，没瓶子是没信号的啊、哦。嗯嗯。好，这样等于这个机就调完了。嗯。调完了之后，因为我没参数，对不对？嗯、我重新创一个参数。嗯。这个就是一升原，不是880毫升。那八百八我怎么样呢？我先创一个，我把参数覆盖，先上一个，先把这个参数八百八是吧？嗯。八百八先调少一点吧。然后下一页。嗯。我们那一页没有把它改名字嘛？它逆向名字。嗯。880毫升。嗯。等下确定，现在总是第四组，它就888。嗯。然后下一页。嗯。我们再创一组。创一组呢，这个是880是吧？现在设少一点嘛，应该可能在830左右。啊，你就另外创建一组对吧？啊，没错，小一点的。反正这个数字多少，它基用水来说，实际上它八百八，它肯定是八百八也装满。嗯。但是你不可能装满，所以你数字要调小一点。嗯。它好像设计的时候也有余量。实际上你一测是没有余量的，它刚好就是那么多，但是油那么多吗？啊，就是那么多，你装上。它就是一升就满了，嗯，啊，你下载之后，然后密一下名，嗯，我们第四次组参数嘛，880毫升，等一下回车，确定，啊，返回，我们现在做的是880的参数，那，你其实你看这个参数就知道了嘛，还有看一下上页，嗯，那等于说你现在就是做880的参数，后面是硬件直接调高度，嗯，它跟那个没关系嘛，是不是？嗯，那做好了之后，我们现在可以。测试一下，嗯，前面的。哎，刚才快挂量没设置对吧？设了，设了600吧。啊啊。你肯定少吧？嗯。你总共开880对不对？嗯。其实你还差不多哈，你放880就满了嘛。嗯。啊，然后就做面条了。嗯。宽度应该差不多，但是高度应该不一样。嗯。那个刮个头要换一个了。它这种盖子黄的，它这个是黄的，不是那个。对对。好像是应该是。是黄的，黄的，黄的哈。对对，这个好像比黄的大一点了。啊，对，大一点点。嗯，我要把这个拿出来。其实的话，他练熟练了，他用这些皮型也不是很大的问题。还好。对吧？像你们这么熟，其实你看一下，对吧？一个下午能调几种皮型，那有什么影响？对对啊，就没多大影响啊，对吧？他又不需要一个下午调那么多。对，你正常你这么调，那吃得消瘦。而且他调一两次，慢慢有经验，时间越来越轻松。它的功能是有。啊。对于刚新手来说，这个确实就很头疼，肯定花很长时间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说人家调半天。是。这个宽度跟那个宽度基本上差不多，就不用调，因为导轨差不多嘛。啊、如果
客户有空间的话呢，最好就不要放这边，你可以放这里。啊，随便摆嘛。啊啊，你不一定放，我们是没空间嘛。啊，就放后面对吧？啊，你放后面也行。啊，我影响操作是吧？哦，对，看能放哪个位置。对这个里面的好像，好像这个瓶子比那个瓶子小一点，就是稍往后调点。先把它移到里面来，最好。
这个夹带呢，我们可以调低一点了，因为你现在这里的弧度往下面夹一点。嗯。夹带啊，这个夹带往下面稍微调一点，就是说避开这个地方嘛。啊啊。那现在高这么多，是不是我们都往下调？现在中间位置偏的多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再往前走。就是现在偏了，偏了我就。应该，对，偏太多了，有点偏右边一点点啊。对对。你这边往外调一点就。我这边往，还要调吗？差不多了，感觉。但是这个夹带没夹紧。啊，这边太，啊那边夹紧一点就行了。首先要把瓶子夹紧嘛，这个差不多了，这个。好。嗯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来对这个位置了。把这两个螺丝串上去，如果螺丝凑不到怎么办呢？嗯，这个可以调低，这个整个排完了，嗯，低一点点吧，你现在低不了多少吧？嗯，稍微低一点点，嗯，那差不多能凑上，好，差不多吧，移上去一点就行了，是吧？嗯嗯。啊，现在就把那两个螺丝锁起来。这个啊，你刚才就说，意思，像这个也行，对吧？啊、先调里面嘛，啊，先调里面，然后再把我给它扣上。啊，这个和下面那个功能基本一样吧？是的，一样的，都是上升下降，对啊，高低的。嗯、这里有一个正盘，嗯，回到参数里面啊、嗯，手动操作，嗯，有一个正盘，嗯，先让它震一些盖子出来。高度不对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高度不对，你就可以细调一下这个。就是没对齐一样的。啊、这个，这边比那个高了嘛。嗯。我说这边稍微低一点。嗯。啊啊，这样就差不多。嗯嗯。
这里还有一点点草，有一点点草，但是这个是就是调一些细节的啦，这个。嗯。这边可以先开手动试一下，看它高度应该高了好多。哦，应该夹带是完全没有夹紧。这是没高度，应该是没夹紧。好像这个底下的真空袋稍微快了一点。我这不能先开孔径的。之前我们没有下载那个方式，就是第三个方式我们没有下，就是我们只有三页嘛，这里有个参，这是参数二嘛，这是一，第三组参数我们没有下，但是第三组就说，这也是同一个平行的这个。第三组对吗？第三组是公用的啊，但是有一个什么，你方平，它的落脚点相对要稳一些，还有最稳的就是那个方的，但是圆的它落脚点基本上也就这两个点，你那是整个面吗？还第三组这个就要下载一下啊，要下载一下，对，等一下就到里面去，到了先进去我们再按提前，然后调高度，然后这个时候来调高度。
先测试一下后面那个吧。嗯。应该不够。他一直还没压到。没压到。只压到这么多，等会。拿开，拿开。还差一点。快挨到了。这边才调低一点。这个压进去了。嗯，这个上面快了，对吧？你要是压盖子快了。他有那写着字了，两个都一样的。对啊，两个，但是这边又是啊，嗯、应该是反了，这就，你看这边也是压盖、嗯。哦，那个是压盖，哦，那怎么是刚刚又调反了呢？压盖输送。有一个字写错了，写错了，那应该是操作条目有一个调法。时间压的很多。哦，没有压进去吧？没有压进去。啊，你到了这个位置，你到了这个位置，你后面没调的啊。这个基本上都到了，这个基本上就到了，看得到的，上面这个位置，这个到了。
还是压盖快了点，对吧？好像现在我都不知道哪一个餐厅是顶他那个。这个千万不能放写错了，写错了就那调哪个了？对，我现在也不确定是哪个压盖，压盖夹盖，108。他就这一组的写错了，不是我前面没错哈，前面因为那个鼻子稳，你看不出来。我这样到时候叫他改一下字，改他那个叫顶盖吧，加盖，顶部输送嘛，要不你搞不清楚字，因为字很都隔不了多少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它是两个都是叫压盖，对吧？啊，对啊，所以我现在我也不知道，就不知道哪个是哪个。对啊。顶部压盖还是改一下？改一下。或者压盖一压盖啊。顶部嘛，还要搞顶部嘛。一个是连续压盖，一个是间歇压盖。现在我们调看是不是这个开口，就是。到位，不是那个字，主要是字，知道我是哪一个才行。我知道到位啊，等下多试一台嘛。多试一台，那我来把它抽出来。基本调好了啊。它只要上下同步，但是这个还是软，你看瓶子压的变直了。